港交所公布委任甘伯敦为董事总经理以及管理层汇报及设施管理主管。11月1日履新，向集团财务总监刘碧英汇报。甘伯敦上任后将监督港交所管理层汇报流程的常规，监察集团的设施管理工作，透过协调各办事处的人员、流程和技术，确保各办公室及设施功能完善、舒适安全和有效运作。刘碧英表示，港交所正致力提升作为亚洲时区全球市场领导者的地位，而甘伯敦在财务和会计界拥有超过25年丰富经验，相信对方的专业知识非常宝贵。